如果你有烤箱，买了3块钱的紫菜，切成块，放进料理机，料理机打碎，盛出调味，熟白芝麻，10克糖，10克酱油，少许香油，搅和搅和，烤箱150度烤制5分钟，成本不到4块的海苔碎就做好了，亮亮酥酥脆脆，香甜蜜蜂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